大家亦都係時候思考，所謂沒有主權嘅情況底下，我哋係咪有可能有民主自由？而冇民主制度嘅制約底下，我哋究竟點樣可以達成你心目中理想嗰個社會嘅狀態？呢種就係那個基本嘅邏輯，而亦都有個前設噶嘛。有個前設就係北京政府係唔會分權噶嘛，即係佢唔會俾你擁有一個真嘅民主制度。咁所以解決所有社會問題咧，其實原來就係要由嗰個主權開始談起。如果唔係，一切都係空談，包括民主制度。